颞颌关节炎呢，就是说它临床上我们主要表现是张嘴困难，颞颌关节就是耳前区域的疼痛，同时有张嘴的困难。有些人嘴巴张不大，嘴巴稍微张大点就听咔嗒一声，就是好像是要关节要掉下来一样。那么这种病人呢，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适当的预防，预防的话主要就是平衡的咀嚼，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单次咀嚼，就是一次咀嚼。那么这时候它两边关节容易不平衡，导致颞颌关节的发生。那么这时候我们首先建议是，采用双侧咀嚼的办法，使它的关节更加的平衡。那么第二个，在急性炎症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关节腔内给它注射少量的糖皮质激素，用于消除它关节腔的炎症。那注意就是饮食方面啊，生活方面啊，这种注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。比如说饮食方面，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。过冷的、过酸的这种都不是非常合适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病人避免咬一些非常硬的东西，因为非常硬的东西它会影响我们的颞颌关节，因为我们三叉通过颞颌关节这个区域附近出来的，那么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波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就说注意劳逸结合，不要过度疲劳，不要去。